双手赞颂，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你是王掌管明天，来到你是恩座前，我将我的心真爱主，我哋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慈诚爱索嚟到牵引我哋，搀扶我哋，以至到我哋喺彷徨嘅人生，喺好多嘅十字路口里边，我哋能够知道方向，我哋知道神你自己嘅带领，所以我哋嚟到你跟前，再一次仰望你，愿意你嘅话就好似慈诚爱索一样嚟到牵引我哋，提携我哋，更新我哋。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圣灵。阿门。诗篇137篇1-9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岸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腔。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十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将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你的婴孩摔在岩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天父上帝，爱我们的天父阿爸，正如以色列人心里面那种的委屈、被逼迫、被掳的心情，我们这一班属你的人，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世人背弃你的地方，我们都带着同样的心情。在外邦的地方，我们这一班属你的子民，虽然面对这个世界里面的黑暗，但是我们仍然要唱耶和华的新歌。我们愿意时时刻刻的都来到纪念你，我们要纪念耶路撒冷的荒凉，我们要纪念世人仍然是悖逆离弃你，不认识你。天父上帝，愿意在这个世界遭难的日子，我们愿意高举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愿意神你去拆毁一切敌对你的根基，愿意天父上帝你去纪念那些为你去殉道的那些的爱你的传道者，愿意主你去帮助亦都去释放那些被囚的心里面是有疑惑的不明白你的那些的子民，天父上帝，愿意那个仇视你的巴比伦，愿意那个不明白你的巴比伦，愿意那个恶者都在你的面前被拆毁，被摔在磐石上。主啊，让你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带给人有光明，因为我们里面有神你自己的灵，有你的光。主啊，让我们的歌声，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所唱的石安歌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愿意我们不忘记每时每刻都是神你的事，你的国。我们这样祷告敬拜，奉主耶和华的名，阿们。何西阿一节，善石见土地出产越丰富，他就把神柱装饰得越美丽。他们心怀诡诈，必受惩罚。耶和华要拆毁他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那时他们会说：我们没有君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君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虚话，起假誓，立凶文，因此不法之事滋长，犹如田间泥沟中蔓延的毒草。撒玛利亚的居民要因白亚文的牛犊、偶像而恐惧颤抖。祭拜他的人要哀伤，供奉他的祭司要痛哭，因为他的荣耀将离开他们。他要被带到亚述去，作为供物献给强大的亚述王。以法莲因此而受人嘲笑，以色列因自己的偶像而蒙羞。撒玛利亚和他的君王要被毁灭，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枯枝一样消逝。亚扪的幽坛，以色列犯罪之地，要被拆毁。他们的祭坛上要长满荆棘和泥疾，他们要向高山说：遮盖我们吧。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
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你们一直不断地犯罪，从未改变。难道战祸没有临到基比亚的邪恶之辈吗？我要按自己的心意惩罚你们，列国要联合攻击你们。套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犹大耕田，使亚各耙地。你们要为自己种植公义，就能收获慈爱。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离开刚硬的心田，等他来使公义如雨浇灌你们恶。吃吃的因仰仗众多的勇士，因此战争的喧嚣将从你们中间传出，你们的一切堡垒将被摧毁，恰如沙勒曼摧毁伯亚比勒，将城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巴特利亚，你罪大恶极，将被遭遇同样的下场。那日来临时，以色列的王将被彻底消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年幼时，我就爱他，视他为儿子，把他从埃及召出来。可是我越召唤他们，他们就跑得越远，给巴力献祭，向偶像烧香。是我教以法莲学步，张开双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用爱索，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之灾要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他们的城门，将他们吞噬，因为他们倚仗自己的计谋。我的子民执意离我而去，他们虽然求告至高的我，我也不会拯救他们。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的下场如押马？我怎能对待你如对待洗扁？我的心意改变，我满怀怜爱，我不再发烈怒，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上帝，不是人，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带着烈怒来临，以色列子民必跟随耶和华，他要像狮子一样敲叫。他敲叫的时候，他们要战战兢兢地来，像从亚述飞来的鸽子。我要带他们返回家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以法莲用谎话包围我，以色列家用诡诈环绕我，犹大依然背离圣洁信实的上帝。以法莲以风为食，整天追逐东风，虚荒和暴力日益增多。他跟亚述结盟，向埃及进贡橄榄油。耶和华指控犹大，要按雅各所行的惩罚他，照雅各所做的报应他。雅各在母胎之中曾找住哥哥的脚跟，壮年之时曾跟上帝角力，他跟天使角力得胜，向天使哭求福分。他在伯特利遇见他，在那里与他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持守仁爱和公义，常常等候他。以法莲是个不诚实的商人，手里拿着骗人的秤，
喜欢压榨人。以法莲说：我发财了，我倚靠自己致富，没有人能从我的劳碌中找出过错和罪恶。耶和华说：从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的上帝。逢旅赐给他们许多异象，他们用比喻记亲爱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一次看到以色列你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你就爱他，视他为儿子，将他从埃及的地方呼召出来。但是很可惜，你来到呼召他们，越发来到是，但是他们却是越跑越远。他们出己，你都是给巴力献上祭物，你都是向各种的偶像，你都是烧香。上帝啊，你用各种的方法，你都是展开你的双臂，你都是尝试去怀抱他们，但是他们是不愿意接受主医治。你的慈性爱索，你都是牵引他们，你都是解开他们所负的重轭，弯腰要喂养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却是选择返回埃及，也都是让亚述人来到统治，他们不肯来到归向上帝。主啊，这一段的说话就正正好好的来到是总结了以色列人那种的冥顽不灵，他们那种的自我中心，他们那种上帝你越来到是呼召他们，越想来到是拯救他们，他们越发来到是远离你。主啊，他们对你的爱是视若不见，他们对你的拯救是轻视，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要经历各种因为背叛、因为罪而来的重担。主啊，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代又一代的来到怎样的远离你，但是上帝你的慈性哀索，他是没有离开过他们，你用各种的方法，其中就是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亲自的你都是呼召他们。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都是跟从我。主要我们看到我们人类在拜拜灭亡祈祷的地理，如果我们就罪债而带来的重担，带来的重轭，耶稣你呼召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你那里，你就使我们得到安息。主啊，今天求你帮助你的子民，我们真的愿意来到，愿意来到去回跟从你，我们去接受你的救恩。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让到我哋继续罪嚟嘅当你嚟
你嘅自我中心，我哋仰望你，主基督。犹大书一章一节，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的兄弟犹大，现在写信给蒙父上帝呼召眷爱被耶稣基督看顾的人，愿上帝丰丰富富地赐给你们怜悯、平安和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直迫切地想写信跟你们谈下我们所共享的救恩，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写信劝勉你们竭力互为一次就完成的要求的通道，因为有些不偷偷地混入你们中间，以上帝的恩典作藉口，放纵情欲，否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上早已记载，这样的人必受到审判。以下事情你们，但我还是要再提醒你们，从前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救出来，后来把其中不信的人灭绝了，至于不守等候日子到来，按回 video 看。此来啦，我正因为父的情欲，都成为当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变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谴责他，只是说白的事，如果截取灭亡，他们大祸临头了。他们捕了该人的后尘，为牟利而重蹈巴兰的谬误，又好像可拉一样因叛逆而灭亡。这些人在你们的爱宴中是败类，他们肆无忌惮地吃喝，是只顾喂养自己的牧人，是没有雨的云，随风飘荡，是深秋不结果子的树，被连根拔起，彻底枯死。他们是海中的狂徒，翻动着自己可耻的泡沫，是流荡的星星，有幽幽黑暗永远留给他们。亚当的第七代子孙以诺曾经针对这些人讲预言，看啊，主率领他千万的圣者一同降临，要审判所有的人，按不虔不敬的罪人所行的恶事和他们亵渎上帝的话定他们的罪。这些人满腹牢骚，怨天尤人，放纵自己邪情私欲，他们口出狂言，为了牟利而阿谀奉承他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谨记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给你们的警告，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的时候必有不虔诚好讥笑的人放纵自己的邪情私欲，这些人制造分裂，血气用事，心中没有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的引导下祷告，常在上帝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先怜悯赐给你们永生。那些心存疑惑的人，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将他们从火中抢救，还有些人你们要怀着为他们的邪情私
肉玷污的衣服，愿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祂能保守你们不失足犯罪，使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祂的荣耀面前。愿荣耀、威严、能力和权柄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归给祂，从万世以前直到现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止留下你的圣言，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更加在耶稣升天之后赐下大能的圣灵，去引导我们过这个充满挑战的人生。在祂的引导之下，我们可以亲近你，可以透过祷告与你沟通，将我们的挣扎、我们的难处都一一向你诉说，以致我们能够在上帝你的爱里面去等候我们的主基督再回来的日子。天父上帝，今日藉着犹大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不敬虔、好讥笑的人来到去嗤笑我们所信的真道，亦都好像在历世历代的里面有很多叛逆的人，他们犯罪，他们跟魔鬼去来到结党，成为那个的恶者。主啊，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天父上帝，你有你的灵和你的话语来到引导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藉着这些的历史，我们有前车之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经验、智慧可以胜过那个恶者，因为事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仍然有很多黑暗半道之事。主啊，帮助我们要更加的谨守，持守你的话语，尽心在你的说话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能够是坚固的在你的真道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尴尬，特别我们在这个美国加州三藩市的地方，实在有很多道德沦亡的事发生。主啊，我们不愿意好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成为一个永远沉沦、被主你毁灭的地方。主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建立，在这个末代的日子，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敬虔。当我们被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去纷扰我们的心的时候，求你让弟兄姊妹用一个爱心来到去讲出诚实的说话，以致我们能够建立主基督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至十七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亲爱主，今日你的箴言提醒我们，恶人加多，过犯亦都是加多。主啊，我们之所以要在这个世界有管教、有教导，就是因为人的心很容易放荡，人的心很容易远离你，特别是罪来到是用各种的形式进入了世界，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是一路一路的来到去影响着世人。所以我们要去教导，我们要去管教，特别我们要作顺命的儿女，被神你来到管教。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听了这个世界很多的恶言，听了魔鬼很多的甜言蜜语，但是却是没有来到被你的说话、被你的心意来到不断的更新和省察。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我们听你的管教，我们亦都用你的管教来到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管教背后是出于爱心，是出于希望他们行在真理的当中。主要就求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彼此的用你的说话来到去教导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阿们。12月8号灵修思考问题，约翰一书4章9至11节，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要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爱中仰望我们直到永生。面对不敬虔随从私欲而行的人，你要在至圣的真道做些什么呢？怎样来到造就自己，在圣灵里来到祷告。今日你怎样在真道上，在圣灵里面对这个世界中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是很混浊的，即是以前旧约都是这样，世世代代的王都是将一个有安逸的日子呢，他们就会弃了神的道，吃喝享乐行淫，即是说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 在自己活在这个 世上，就要更加珍惜我们的主耶稣，珍惜他的圣灵，来到去慈诚爱索地来到去使我们能够在这些日子这个世代那些人那些叫做什么恶者撒旦来到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属乎他，他一定会帮我们去脱离这个恶者的不好的事，所以我们能够回转回求主保守，主保守我们今天的各样嘢平安，感谢主，愿主呢个名祈求，阿门。